哎，这么多败部负债，今天的总奖金很低啊，才15,600，但是总值有加5,000，它是20,600也是不少了。所以你们三个人打，啊，总值啊，不是这边败部负债打赢的话，跟我们总值来 PK。 来，小颖搬到东风。来，照样吃凤啊，三个人，三人麻将球，看三家的牌。小一点台，北，宏伟，加油，张平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南风，然后好打出来，大家发财，北宫。好多花，还有，没有花梗可惜。有没有八枝花？我们这边没有。你有9枝花。白皮。哪变的？9万。来，跟9万。哎，再打完点。9条，9条碰。6条，哎呦，1条，吃一个，哎呦，很好，多皮啊，南风，红中，好吧，来宾。 1万，成功。这样哦，想一下哈，5条，成功。 才2条，我画一只，6条，好，不要按杠，还敢说？ 二饼，不好搞，西瓜，西瓜，来吃一只，六饼，7万。 9饼，又一只9饼，对呀、啊，白皮，7万，还是吃不到，吃不到，哇塞，连3只，都一砍，5饼。 啊，想这样，好了，4条了，5饼，又一只5饼，真的，跟4条，大家都一对对的啊，上一个，怎么会摸到？对呀、啊，哎，1条。小鸡，西瓜，西瓜来了，哎，后队，后队吗？对，3万，听到没有？你觉得呢？哎呦，还跑了啦，7条啦，不管，7条，真稀奇，北风，这张。
个也是蛮危险的。喝完。哼，哎，慢点啊！自摸，终于，自己太难下，西风五饼都自摸了，对啊，他可以转258饼，他把它单调西风，把它单调，他全部都自摸了，本来要拆东风的，东西又是你的，皇天不负苦心人，没错，自摸台。好，败不破绽的第二把，欧伟庄家。好，九，来看三家的牌。庄家宏伟，加油。黄平，自摸。有一皮。好，出现了。左手，左手。东风，东风。西风。西瓜。和平，风，发财，发财！你两个好牌好了，拼自摸啊！小玉跟昌子，对呀，只能拼自摸。北风，他摸了一把，哎呦，哎呦，我也碰起来了，两台喽，这是北风圈，九条，十一个，难，一万。老儿，一条，二万，十，四饼，喂。三万，顺金，小弟，走掉，九条，先打九饼啊，九饼，九饼。四饼，对，七饼，好吧，三条，三饼，还中没？厉害吧？看到五万，吃不到啦！这五饼，吃到了，知道你要，没有办法，二饼，服了，服了，这么好，打到放炮。啊，那没办法。你是想要听他的？这个炮还不小哎。来拍照下来。这边是大家来玩牌。好，独听北风北，白皮四花庄家六台。哇哦！现在是我们败不破绽的最后一把啊！来，我们报告三家的积分。败家子放了一炮之后，现在最高分是小一姐6200分。哇！然后宏伟呢变成了4600。昌平最低4200分。哇！所以我算稳了吗？我也不一定，也不一定，难说难说。你刚刚一把牌，他这样在珠阳变色，你怎么稳？超过四台就不行。对啊，来来，昌平庄家，好，先开门，稳住，九自己，来看三家的牌，庄家昌平的牌，加油，小一姐，加油加油加油，宏伟，开胡，来，好呀。昌平，你只能胡小易的哈，要胡两台。宏伟胡要胡小易，胡一台，一加一减，都有机会。都不要胡我的啦。南瓜，都锁定你的啦，不要啦。一饼，昌平是庄家一台的嘛？北风，所以你要两台不难。
白皮。罗彤，记得哦。不是不是，小易放，你们要过水哦，不要一冲动一倒下来就没有了。八饼，吃一个。哇，这么好。还扛啊。扛啊，北风。北风。记得。阿姨吃一个，刚刚你的牌好像很不错。想不到最后的时候对我这么好，觉得有点恐惧。西饼，过水。这么快就贴啊？那也太快了，也太快了吧？如果真的那么快，过水，过水。吃，吃起来。吃了牌是可以过水啊，懂意思吗？有转账啊。哇，凉飕飕的，不掉。是一个好牌。对呀，没办法，都要补。这牌没事，没胡就好。二万。哎呦呦呦！哎呦，上下又吃。哎，靠假动作哦！哎呀，大条！哎呦，再吃一点哇！他也是会选哦，错了，也是会选，选错选对边，对，选对了，要不然就吃不到了。对啊，三次，五饼，三条。你这个真的就这么好，我就感动了。我说真的。结果五百，哇塞，你会算是不是？吃一个，哇，这会牌怎么回事啊？干嘛这样子，宏伟？莫名变得很熟。不要这样。二兵，哇，这打什么牌呀？他在水里。哇，不是，我是不信邪。大家牌倒一下。打什么牌呀？不是啊，我一定发财啊！对啊，发财没有出来，想说可能抓死。但也还有抓死，他想说他刚打五饼。哎，他刚才去猜什么？四五饼呢？对啊，他想掉二饼。哎，但他这个给他吃到了，这也是神奇。那我一定要打。猜这个。对，真的。白玩一场，好吧，本来小易就是领先的，所以好，所以恭喜小易败不复活获胜。来，决战北风北，挑战吧大神有 YouTube 频道了，请搜寻东风卫视或者扫描下方的 QR Code， 也可以按下我们的订阅钮或者是开启我们的小铃铛，就能收到最新最快的节目内容，而且还有网络独享的影片哦，别忘了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。